看嘞。啊，其他这拢唔免改啊，这个人物诶造型很漂亮。都位置啊，啊你嘿往下扭个只啊，啊只等下吼嘛是个只。了伊招训，下讲国小教研度，都差不多系初印象中进行店一堂课程。哦，啊今麦吼，咱这件吼，你位面顶安尼看落，看落是吼，伊个曲线，伊个所谓雕塑语言弄出来啊。嘿，按正经我来讲啊，这足水就是这胖起来部分了哇。在台中县三线下起头一届下条课程，头学生之间行来行去届，就会指导新生各可以。这家在创作的中间哈，是一种的兴趣啦哈。啊，较多以后呢，很多人发现讲这个石雕艺术哈，真的是可以推广的一门那个哈。个艺术啦，啊是差不多6年前哈，因借用那个石冈国小的场地哈，因为那个石雕的创作空间哈，一天而开放，空气流通，然后个插香哈，它唔会吵到那个附近的个居民啦哈。绿色绿色个国康义，本来从外地做先生，退休了后，其先生转故乡，继续做教学相长的工作。等于是教教学生开石头，平常就专心创作。了表现了布料石头是最硬东西，真无简单，爱开真久的时间才了底部。啊，像了法式，爱用砂纸是糯的，糯为金。好，你石头本身是捏种的石咩？无按工艺石雕创作，国康义讲系人之自然嘅关系。本来嘅兴趣系陶瓷，不过每下佮感觉石雕唔单止是一本作品保持较久嘅时间，还是在凸显彩体特色。因为旧年日吼，我看到陶瓷作品从下拢坏掉了，因太甲好，我带点滴滴是。中油啦，啊，中油因上背吼，深山介片石头拢较有四角，太水经过太水哎，冲落因打落个因了个中段是太弱个石头拢已经有个鹅卵石的形状哈，啊，按有个边边有个详细哈，介是最后因个创作个个色彩啦哈，因大病被30-40年哈，退休落个出因七家故乡哦。啊，个有暗号的色彩啊，啊来安尼，看到一道色调的作品。退而不休，高空艺同想法变作行通，就像木卡循环内底掩体。将将个笑脸，一般下由墙怪做盘，也就会高空椅几样眼前梦想个情景。我细汉是坐只出世，多多做边料拢是摸背嘞，离开故乡30-40年哦。啊，将来看过，哎哦，我头摆个环境中下拢无相关，头摆因呢啲石矿上中下拢细田哈，啊，所以讲万系拢有个随意哎。该灌溉的桥吼，嘛当下拢没有水泥化了哈，无用粉泥的矿啊高，啊所以讲要真多自然的生态，因咧田方吼，万系拢强固来含嘛，啊我想讲哎呀，石多安多咧吼，真想个恢复到从前该种的情景哈，安好的个大自然的个交响乐吼。高康义讲，这家系只自然高雄我个智慧，对生态池个富裕，到专业知识个加强，从下一个人来，俺个是开始吼，开辟了个头北个种个自然环境啦，都唔听有个净水池哈，啊一片是种荷花，一片莲花，啊那个水莲几个好处，一年四季哈，拢有法好看。啊，后壁吼，墙外无个地步会高吼，啊，当然因开始批建了水域吼，
有真多枪怪去吃，袂刺痛，袂要紧走了，伊的繁殖。啊，外尾了爱天热个寒嘛个叫声吼，那这位讲伊，爱一年，差不多花两年时间，想尽办法去寻个蝌蚪或者卵粒吼，那种也放了。木桶的汤圆，正经拢当生子，高音、低音，还有中音谱，拢照定各孔乐界指挥来演奏。安尼好听的乐章同生发的演出，各孔乐当好透过镜头记录起来。因为怪呢，上大吼，个繁殖期会很竞争啊吼，吸得过个也一只麻嘞。啊，所以讲，我听到个种个声，我就真感觉真神奇，我就拿地背来。慢去顺顺顺，啊！有诶，我录到非常有趣味诶，吼！啊，我希望讲透过这个镜头、这个画面吼，来无人欣赏，啊，甚至无按这个后进下摆吼，是来学习观察讲，原来青蛙的世界是那么的精彩丰富安尼吼。当然，这个过程挨嘛。买真多了个教科书，国外啦，用国语的，啊，包括所有的图书馆啊，那位人是教授来看，啊，有蛙类生态的个影片，也讲演讲，那个就听。啊，我大部分进去慢去看那个怪种的，爱袂去对那个图鉴。哦，啊，所有因台湾的目前三十三种来讲，我大部分拢认识的吼。立下国康乐界强冠乐团，常态性界由盛中乐器，有时突奏，有时合奏，分一个指挥同感通。怪吼，大部分99%吼，讲个买生了生卵以后是买十几个，是全个卵而且孵化变公鸡眼吼，一公鸡眼出去带往啊是吃个什么东西了，吸到变态变色只怪子。哦，走向外路面是蛮无人搞经验的情况，就是啦。所以，因对个地步，因个感觉吼，因对这个大自然吼，要非常的那个谦卑啦吼。啊嘛，会对大自然会产生一个敬畏之心。那像那种怪啊，无人搞经验，生发其次啊，我生发4、5年哦，叫生命是安尼吼。所以，因人哦对这个。在生命哦，要非常的尊重。你不要钱，细汉时节的回忆，就直接丰足生态，搁个秋天题材，从事协调创作。国康义讲，生活虽然安然自在，却有另外一种的磨痕，接触自然的乐趣，搁个当然去形容。除了丰富刺激的生活。有时这本写讲彩体特色更加精彩，同时又教育意义。国康义的退休一目相看。